来到 Never Forget the Dream， 大家安安，我是吉峰。今天我来玩一款越南大战第三代。那为什么要挑第三代呢？因为它里面有一种我很喜欢的一个东西，它会变成一个很可爱的东西。可是我想要等一下大家出现的时候再给大家看。对，那我就今天也找来了小伙伴跟我一起玩。那我们要怎么开始？给你用好了。好啊。OK。想玩什么难度？困难吗？特难。不要，我说困难不是特难，我说困难，困难就好了吧。好啊，你就困难吧。OK。我最喜欢这个角色，给我分。耶、yeah, ，为什么喜欢这个呢？因为他有戴帽子。那他死掉的时候呢，他帽帽会掉下来，我就很可爱，所以我就玩这个角色。啊，那这个游戏你可以用键盘玩，也可以，键盘也可以，摇杆也可以。那我们是用摇杆玩，因为摇杆比较好操作嘛。那这是一款还蛮旧的游戏，以前就有在玩，以前是用 Wii 玩的，那前阵子才从 Steam 上面买下来，是小伙伴买的哟，感谢小伙伴赞助。Super Grenade。这里是僵尸吧？对，僵尸。我喜欢变成僵尸，来，僵尸，僵尸，不，僵尸，给我，我要变僵尸。为什么我喜欢变僵尸呢？因为它有一个超酷的技能，它的手榴弹是这个，放手榴弹。超帅的，这比一般手榴弹还强，好不好？不要。我要超强手榴弹，你看，碰，哎，不对，我要再一次打我，你看我要这个吐血超强大攻击，手榴弹，啊，啊，你升级，更多手榴弹，更多的手榴弹，我在乱放手榴弹，你僵尸也要打人类，我在乱吐血，啊，不对，不。这只要被打第二次的话就哦、OK， 超强的啦。 Hello， 我是 Freedom 宝宝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赶快订阅吧。 Freedom 是 YouTube 认证的国际联播网，我们提供伙伴频道维护、技术支援、版权保护及版权音乐库，更重要的是我们不绑约哦，欢迎加入我们。